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侨领，亲爱的各位乡亲，各位朋友，金秋送爽，万里江山披锦绣，丹桂飘香，一轮明月寄深情。我是主持人熊敏，我是主持人曹白胜。今天我们同庆双节，中秋月圆，迎接祖国的72岁华诞。今天我们欢聚一堂，举杯高歌，共同庆贺这一美好日子。我们见证历史，见证新中国72年的光辉历程。我们迎来十月，迎来祖国繁荣昌盛的灿烂明天。在一年一度的国庆佳节到来之际，海外江西人迎中秋、庆国庆全球云端晚会现在开始。在这灯光和微笑构成的舞台，在这笑声和歌声汇聚的海洋，今天我们欢聚在一起，由我们主持与大家一起共赏中秋、同庆国庆。大家知道，举世瞩目的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及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计划于2022年2月4日开幕，2月20日闭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举办冬季奥运会，意义重大。期盼广大海外侨胞，特别是海外江西人，采用各种方式积极支持和参与。桥是我们心中的一座桥，一头连着海外赤子的心，一头连着归国侨眷的情。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祝福我们的亲人幸福安康，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富强，祝福我们的民族日益强大。现在请晚会的主办单位海外江西人编委会主任王乐勇先生致欢迎词。尊敬的各位领导，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中秋巧遇国庆，举国欢腾，华夏新逢盛世，普天同庆。我是海外江西人杂志编委会主任王乐勇，非常高兴与大家相聚在2021海外江西人赏中秋迎国庆全球共此时云晚会。海外江西人本着为侨服务、为商服务、为乡服务的宗旨，弘扬爱国、爱乡、爱家、爱商文化，在国内各级领导的关心下和海内外华人华侨的支持下，9年多来累计发行35期3万多支，传播至5大洲许多国家和地区，已经成为赣籍侨胞与家乡互相沟通和交流的重要平台，也是宣传江西的重要窗口和赣籍侨胞的精神家园。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海外江西人将继续与海纳百川的宽阔情怀、与时俱进的恢弘气势，谱写新的篇章，创造新的辉煌。中天皓月明世界，遍地笙歌乐团圆，这是双节同辉、九州共庆之际，衷心祝愿大家节日开心快乐，身强体壮健康，家庭幸福美满，生意蒸蒸日上，事业发达兴旺。最后愿大家度过一个美好愉快的夜晚，预祝晚会圆满成功，谢谢。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大家好。红红灯笼高高挂，圆圆月亮长长牵，挂的是红红的喜庆，深深的祝愿，牵的是浓浓的挂念，久久的香甜。中秋庆团圆，国庆庆生事，
我是海外江西人汇宽顾问李子敬。在这个特别美好难忘的日子里，我真诚地向海外侨胞朋友们致以节日的问候，祝大家平安健康、幸福快乐，祝海外江西人汇宽越办越红火，祝我们的家乡江西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好，祝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谢谢。尊敬的海外江西人汇刊编委会及各位侨胞朋友们，新闻贵会将于9月30号举行迎中秋庆国庆全球云端晚会。我谨代表锦州正式归国华侨联合会表示热烈的祝贺，并向策划和参与云端晚会的朋友们致以诚挚的敬意，预祝云端晚会取得圆满成功。一直以来，海外江西人汇刊认真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此次在举行国庆的日子里举办云端晚会，必将进一步增进友谊，扩大交流，展现江西人的良好形象。景德镇作为一座与世界对话的国际瓷都，诚挚欢迎贵会来景走一走、看一看，领略瓷的神韵、饱览火的艺术，感受瓷都千年的陶瓷文化，为宣传江西增光添彩。届时国庆佳节来临之际，谨向海外江西人致以节日的问候，并祝愿海外江西人会刊越办越好。中秋花好月圆，国庆普天同庆。我是赞比亚中华江西同乡会会长、南部非洲九江同乡总会总商会会长张军。衷心的祝愿全球海外江西人国庆快乐，衷心的祝愿家乡父老乡亲吉祥如意，衷心的祝愿海外江西人2021赏中秋庆国庆全球云晚会圆满成功，衷心的祝愿海外江西人杂志越办越红火，衷心的祝愿祖国母亲繁荣昌盛。中秋佳节倍思亲，欢天喜地庆国庆。大家好，我是美国休斯顿江西同乡会会长暨海外江西人编委会常务主任谢忠，衷心祝福大家中秋国庆双节快乐，家庭幸福美满，身体健康长寿，万事顺心如意。作为本次晚会的组委会主席兼总导演，预祝海外江西人2021赏中秋庆国庆全球云晚会圆满成功，谢谢大家。中秋佳节倍思亲，欢天喜地迎国庆。大家好，我是阿根廷江西总商会会长刘方勇，代表全体成员向各位家乡父老致以节日的问候和诚挚的祝福，预祝海外江西人2021赏中秋迎国庆迎端晚会圆满成功，谢谢。大家好，我是邓晴，美国江西促进会会长，海外江西人期刊常务主任。在佳节到来之际，恭祝全球的赣籍侨胞和国内的父老乡亲节日快乐，身体健康，阖家幸福。祝海外江西人2021赏中秋庆国庆全球云端春晚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月是故乡明，人是家乡亲，实指海外江西人杂志迎中秋庆国庆全球云晚会即将到来之际，我谨代表法国江西商会，代表旅居法国4000名江西老表，预祝本次活动取得圆满成功，祝祖国繁荣昌盛，祝江西越来越美丽，让我们一起努力为江西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贡献，谢谢。加拿大赣商联合会
预祝海外江西人赏中秋、迎国庆、全球迎晚会圆满成功。中秋喜悦之余，迎来国庆，华夏逢事普天同庆。我是海外江西人，江西省办事处主任邢光银，祝海外江西人赏中秋、迎国庆、全球迎晚会取得圆满成功，祝大家节日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祝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我是美国加州江西商会执行会长蔡一军，并代表美国江西国际交流文化协会会长李芳和两位同仁，祝贺中秋国庆晚会圆满成功，祝海外江西人大家庭节日快乐，祝家乡人民中秋国庆快乐。
我们的表演节目正式开始。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5000年的悠久历史。中华民族素来是一个温文尔雅、落落大方、谦恭礼让的文明礼仪之邦。古人说：“不学礼，无以立。”下面请欣赏阿联酋旗袍协会表演的中国古典舞蹈《礼仪之邦》。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这是强大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温暖的土地上，到处都有灿烂的阳光。歌颂祖国，我们有着千言万语。有那么一首老歌，它真切朴实，聆听它仿佛回到了那久远的年代。下面请欣赏由新西兰太平洋文化艺术发展协会选送的女高音金丽演唱的《我的祖国》。听惯了少公的吼声。
族舞蹈魅力无限，总是让人回味无穷。下面请欣赏由非洲赞比亚江西同乡会选送的傣族舞蹈《灵》，有请。在加拿大温哥华有这样一对父子，他们祖籍吉安市，虽身居海外，但不忘祖国，心系家乡，一直为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辛苦奔波。请欣赏王洪祥和著名歌唱家李谷一合唱的《前门情思大碗茶》。就着一口大碗茶，世上的饮料有千百种，也许它最廉价，知道它醇厚的香味儿，包含着泪光，它包含着泪光。
风雨，无情人吹打，却见他跟前的那影子挺拔。同心带着思念嘛，在一口大碗茶。世上的云鸟有千百种，也许他最廉价，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他醇厚的香味直传到天涯？他直传到天。探戈以热情奔放的舞姿，激越的音乐令人热血沸腾，抑扬顿挫，收放腾挪，令人眼花缭乱，服饰飘逸，色彩斑斓，异域风情令人如痴如醉，心花怒放。请欣赏阿根廷探戈精彩合集，选送单位阿根廷江西总商会及阿根廷赣商联合会，有请。江西总商会暨阿根廷赣商联合会祝海内外江西老乡国庆快乐，家庭幸福，万事如意。
名葫芦丝陶笛演奏家、作曲家郑时平是江西萍乡人，是世界葫芦丝八巫文化联合总会常务理事。2019年2月至4月，郑时平用民族乐器葫芦丝、陶笛、竹笛、八巫在美国演出39场，传播中华民族乐器音乐。请欣赏郑时平原创的葫芦丝独奏《采茶歌》。是旗袍，古色天香，优雅大方。苗条淑女着锦袍，玲珑曲线领风骚。请欣赏旗袍秀《梨花颂》，演出单位：美国旧金山湾区云商丽影旗袍走秀团。
说起沙文化，大家可能比较陌生，但是用沙作画，许多人可都见过。全球首家沙文化艺术馆就落户在我们南昌滕王阁。馆长徐东表示，沙文化艺术逐渐被更多的人接受和欣赏，在全球越来越有活力。请看沙画表演，但愿人长久。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唯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举目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只是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月亮说，他会在8月15的晚上安排美丽的月光，将我的祝福送到您的眼里，写在您的心上。月圆人团圆，在这个想念的节日，祝大家一切圆圆满满。我欲乘风归去，唯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举目弄清影，何时在人间。有一个声音穿越历史天空，这就是中国梦。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共追求，有一个愿景化作奋斗行动，这就是中国梦。下面请欣赏由著名歌唱家、国家一级演员巫承湘女士给我们带来的独唱《共圆中国梦》。Come on up!
国是一首抒情的诗，祖国是一幅山水画。我爱我的祖国，那是我心底蕴藏着的一种最炙热、最真挚、最高尚的情感。面对伟大的祖国，我情不自禁在内心深深呐喊：我爱你，中国。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对此，海外江西人尤为感同身受。悠扬的音乐还在耳边回响，动人的歌声依旧萦绕场内。难忘今宵，我们欢聚一堂，赏中秋，庆国庆。难忘今宵，我们欢聚一堂，举杯高歌，共同庆贺这美好日子。共同的目标需要共同的力量，共同的愿景需要共同的奋斗。让我们一起振奋精神，同心共筑中国梦。在洋溢赞颂和欢乐的歌声中，不知不觉，我们的晚会也到了向您道别的时刻。主办单位海外江西人编委会和来自全球五大洲20多个国家50多个协办单位，衷心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民族富强。衷心祝福我们远方的亲人平平安安，快快乐乐。海外江西人迎中秋庆国庆全球云端晚会圆满结束，我们明年再见。